大家都知道哈，脑爷打游戏打得特别的菜，但是他又不承认自己打的菜，一直自我感觉非常良好。所以说今天我就来整治他一下。我今天邀请到了一个好朋友，全网粉丝有6000多万，他是一个职业选手，打王者荣耀的人基本上都认识他，你们可以猜猜是谁？梦之泪伤。到达胜利之前，无法回头。骗老爷说这是他的粉丝，来看一下老爷会是什么样的反应。宝贝，我有一个朋友特喜欢你的粉丝，他特别崇拜你打游戏，他当真了，就是想有机会能不能你带带他。游戏粉啊，有品位啊，小兄弟啊，快，你这边我带他。现在我带他一走，这么着急吗？我在玩呢。干嘛？哎，他叫 Dream Team。你别说，你开着麦呢。还是打野哥，我想试试。行，我打 ADC， 我带你，没问题。请记住他此刻特色的模样，太有动吗？太狠！来，我把这引上来，你去拿红。你别走过来呀！你去人塔里面干嘛？兄弟，我可以。哥，我行吧？啥意思啊？这哥们开着挂玩的？你再品一品他的那个网名。